主料：腌刀豆、木耳、香干；辅料：盐、油、生抽、蚝油、香葱。准备食材：木耳、香干、腌刀豆。锅烧热，放油后倒入木耳翻炒，然后倒入香干翻炒，炒至变色后加少许盐，再倒入腌刀豆翻炒均匀，再加一点蚝油炒均匀后关火，放入生抽搅拌均匀，炒好装盘，放香葱点缀。烹饪技巧：盐要少放些，生抽、蚝油里都带盐分的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